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那我们继续来挖黄鹭哦。这个灯会，我看一下，我本来以为是中国的灯会，可是我看还有法国的埃菲尔铁塔、印度的泰姬陵，其实它文化很多样。我不知道观众应该是可以在画面上看到，我们现在提供一些图片，非常的漂亮。那这些图片是来自于，我相信是四川那边来的，就是大陆各个举办的灯会的灯相片吗？事实上，我们很多那个灯组是为这一次专门来美国之行来设计的。过去的灯组的话，他们主要是比较以中国文化为主，然后以中国的饮食啊，还有中国的各种舞蹈啊为主。那这一次我们融进了是一种世界村的概念，是。对，这样子我们希望可以说不用足不出户，基本上是说在你 backyard 可以叫现在最流行叫 staycation。所以我们在 Green Mecca 那天期待看到的，可能也不是只有华人，应该是各种族裔的人。我想你在主流媒体，我刚刚看到也主流媒体也都在播报这件事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现在觉得是说，在湾区的话，如果每个人都能够 be happy，然后 celebrate holiday，这是我们需要的氛围，不是吗？其实，人生最重要的也就是个 happy 了，对不对？如果在假期能够感恩的心情来感受这个文化的一个响应，这个不是吃哦，不是听哦，可是让你观感上面有一个很大的享受。我刚刚看到你这些相片，我只能想到，我到底哪里可以看到呢？除了在亚洲以外，好像感觉是在美国的 Disneyland，那种 Wonderland 里面才可以看到这个，然后是坐着那个船进去才看得到。你这个场面因为高到50英尺，相当于6、7层楼高嘛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所以它横的、高的、纵宽都很深。那我们那天Great America 当初我可以带 camcorder 吧，所以你应记该得先可应以该都的，可以吗？可不会以有什的，么问题吗？对。我因为这个的确会是给一个小朋友一个很好的回忆，因为我本来Christmas 我们会选择到 San Jose 去看这个 Christmas 的灯会，圣诞树啦。什么 Nutcracker 啦，这些白木偶啦，那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另外的选择嘛？是的，日期是什么时候？是目前是11月25号到1月2号。那我们是说是11月25号的时候是每个 weekend 从 Friday、Saturday 和 Sunday 开，然后到12月16号一直到1月2号是天天开的。小朋友那时候正好放假，可以正好轻松可以去度过自己的假期。慢一点，再来一遍，我都听不清楚。Weekend 是什么？25号开始？啊，对，25号是从25号开始是星期五、星期六十和二月二十五号。11月25号。11月就开始了。是的，11月25号的每个 weekend，是礼的，拜五、礼礼拜拜六，六、礼拜天，是的。然后什么时候开始 weekday？Weekday 的时候，我们是从12月16号到1月2号。而且一张票也才12块耶。对。我平常去 Great America 买一张票大概40块。事实上，我可能要跟您纠正一点哦，它的不是在 Great America Theme Park 里面，而是用在它的那个 Parking Lot 和它的 Pavilion 里面。那个时候，Great America 事实上已经是关门的。不过它的 parking lot 可比那个 theme park 还要大，是的。对，所以我可以想象到这个规模之壮观了，对不对，对？我们这个灯组的占地面积是10个 acre 以上。有对，些什么特别的灯组？我刚刚听到您有带到一些环保的概念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我们其中一个我最爱的一个灯组叫生命之树，它是。相当于是用几万个是大家平时喝水扔掉的塑料瓶来制作的。这个是最不环保的哈，对。特别是生命之树。对，所以我们是把就可以让大家觉得说有那个把它废品变成宝贝，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很漂亮的艺术品给所以大就家。是所有的这个塑胶瓶，把它堆起来，然后再打灯光，是，呈现一个像树一样的感觉。对，我们下面是用钢筋结构，然后用丝绸做的，然后它的树冠是用塑料瓶来做的，然非后常大家环放了保。灯在里面，它会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感觉。其实大家不要误会，我们这个节目是一个华人媒体，基本上这个活动是一个主流的活动，不局限于华裔的观众，对不对？是的。所以主流的人都会去看这个难得一见的盛宴，而且近在咫尺。我想你很难在 Christmas 在很 local 的地方看到这么大的活动。对，特别我们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消息，就是我们有一个恐龙世界。那恐龙世界呢，那就是会看到一个很大的巨型的霸王龙，24尺高，然后有一群很小的小朋友在那里可以去那里去做霸王龙迷宫，所以会在 Get Lost in the 那个 Dinosaurs 迷宫里面。如果你有小朋友，which 我有，所以我已经可以感受到，我可以带给我小朋友什么快乐。
我想呀、for sure，我个人一定会去参观的，而且这个票也才您刚刚讲12块，基本上在哪里可以买到呢？票？现在是这样子，除了我们在红星卫视可以购买到以外，还可以到各大超市，比如说大华九九、各大书局，还有我们的这个公司的网页是 www.globalwonderland.org。大家记住是 global，然后 wonderland.org。其实你其实还漏讲，主流也可以到 box office 去买，对不对？在网站都可以，我们都可以去 search 得到，对不是对？的，是的。也12块，我觉得暑假讲错了，暑假应该是过年，Christmas 取代于我们这个传统的圣诞灯会，我们去看一个不一样的世界灯会。是的。呀，还有什么灯是你觉得？我刚刚其实在跟您事先有聊天，还有一些什么？你刚刚讲什么？九什么灯塔？是这样子，我们有一个很精彩的灯组，它叫做九凤塔，九它是凤塔。对。它是用大概几万支大家平时不用的药水瓶，然后放在里面很漂亮不同颜色的水放进去，然后可以有9条缝组成的一个组很成大。一个9条缝的一个图，可是是用医院的用药的药瓶是里面放在这种各种各样多彩多姿的水，然后灯光再打出来，是的，所以这也很环保的概念嘛。对刚刚用的水瓶、药瓶基本上都是讲不好听是废弃物，是然后再利用，是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大家看我们的节目哦，不会白看的，对不对？我是。们刚刚讲说要带来什么礼物给我们观众，对，是这样子，我们会给前100名邮寄 email 过来的观众，会给他们有100张票的机会，而且是免费的。免费的，免费的，免费的，要讲5遍哦，免是费哦，的。我想一遍就够了，因为每个人都听到免费的。其实不管免不免费啦，我觉得光是一个12块，然后你可以从下午4点玩到晚上10点。是我的。个人，哇，我不拿那个免费，我自己掏腰包。我觉得这么好的一个活动，是我们大家要 support 的，对不对？呀，那我们这个 email 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上啊，是 money@tvhsusa.com，money@tvhsusa.com。前面100名，你把你的姓名、电话、您的 email 我们当然有了，然后你也注明是否这个天下第一灯。我们前面100名收到 email 的人呢，我们会免费赠送您的这个票啊。那我们在这边谢谢黄璐送我们这100张票，让我们这个 Christmas 过得非常的多彩多姿呀。我实在是蛮感佩有这么一群热心文化的人。我自己长期下来感受，文化是人的一个最重要的资产，已经不是钱了，已经不是财产了，对不对？是一是个的，文化哦。是的。所以很难得有这样的一个活动，让我们的这个 Christmas 能够有多彩多姿的经验，你千万不要错过哦。同时，现在把电脑就打开，赶快就写了一个 email 给我们。那同样，下一个星期同一时间，不要忘了继续收看我们财智生活杂志，可能又有别的100张票要送您哦。那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看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王璐，谢谢。谢谢。